去求求康总理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这车你搬不动啊。不用，放心吧，我能行。阿紫，这批货可都是上上等，说不定能卖到20万，那我们岂不是发财？小点声，发不发财也得等阿紫卖出去再说。不过阿紫保证我会努力的。阿紫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夏敏，阿紫问你，真的就像你说的，只要把这批货拉到药铺门口，让他们验货就可以？以前我三叔就是这样，这家不要就换一家。反正迟早会有人要。阿紫，他都行，你也一定行。我走了。快点，二两都快点。他好辛苦啊。你可不能上岸啊。我知道曹头，但我也没上岸啊，你看这是岸吗？上去吧，臭小子。虾米，阿紫给你带好吃的回来。好的，阿紫。慢走啊，汤姆，生意兴隆，马到成功啊。蠢，起码他敢。又敢又蠢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死得早。那人又坏，嘴又毒呢？那可得活千年了。我们也该下船去看看了。种什么？这一方地界有一方的土地爷，我们到人家的地盘来敛财，也该去会会这广州的行首。这是珠宝废料，有青金，有云母，就是都能验货。您看，你是哪家商户啊？燕氏商队。没听说过啊，走吧。啊，燕氏商队是从西域行经而来，我们刚在合浦崔氏购了一大批珍珠，我们的货肯定没问题。我能给你看。小娘子啊，我们这是药铺，救命用的，我可不敢轻易尝试。明白，所以我们的货质量定是好的，你看看。看看就知道，我们百年的传承也抵不过现在的造假技艺。不是，怎么会是造假技艺呢？最低价，我保证，以往的最低价，行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卖完这一车货去哪？这我不知道。那如果这货有问题，我找谁去啊？去哪儿找啊？货不可能有问题，掌柜，真的。我们药铺以往都有自己的供货商户，我若是收了你这一车货，他们送货来，我该如何交代啊？小娘子，你还是走吧。不是，掌柜，走走走，赶紧走！都说了，你这生意我们做不了，马上走吧，马上走。走吧走吧，不做你生意。不是那个。不做你生意，快走！